不是峰哥，哎，你怎么还在这儿呢？都累一天了，赶快回家休着吧。我可不能回去，我累啥呀？我都看你累了一天一夜了都。哎呀，这不是我的本职工作吗？倒是你赶快回家歇着吧。那不行，我好不容易我争取到的，我志愿者的指标，我得让街坊邻居们看看我前世今生我是个好人，我好样的我。行啊你，觉悟挺高啊。 点赞，是是。哎，护士，哎，不是，平时啊，你看咱俩还有个聊天的时间呢。啊，他今天咋医院咋这么忙呢？哎呀，是这样，这今天不是送来四个受伤的消防员战士吗？是，我知道啊。对呀，所以你看这医院这里里外外的献血的人特别的多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一件头疼的事儿。 咋的了？这四个消防员战士当中，有一个人的血型还特别的稀少，哎，把我们都急坏了。啥血型啊？叫 Rh 阴性 AB 型血，就是那个俗称的熊猫血。熊猫血啊？对，那可是挺稀少的。哎，哥，啊，你平时朋友那么多，你好好想想，他们当中有没有这血型？我不知道，不是你验验我的，你看我是不是？我要是我先。 拉倒吧，你今天都抽三回了。你好好寻思寻思，大夫咋跟你说的？你有三高，你的血液不合格，你献不了。真是愁死我了！我说以后为了献血，我得把酒戒了。这胡吃海塞的可真不行。哎，护士，你刚才说这种血稀少，怎么个稀少法呀？1万个人当中大概有4个人吧。张护士，欢迎！哎哎，来了来了来了。 哥，哎，我走了啊！哎，好，你赶快回家歇着。行行，你再忙吧。好嘞，没事，你甭管我。来了，1万个有4个，那10万个有40个，100万有400个，这也不少啊。不是，咋都不来呢？不是，大夫，大夫，小姨夫，顺风。哎，你调到医院工作了？我没调到医院，我是今天的志愿者。哎呀，志愿者捣什么乱？不是。 哎呀，大夫，小姨夫，不是你今天医院特别忙，你别在这捣乱，你有病啊？你有病？我在车上听了，听广播，广播里说献血，我就来了。你来献血啊？你是熊猫血？怎么说话了你？你才熊猫血，你大猩猩，你小猩猩血。什么？我是 Rh 阴性 AB 血，就是你，护士，来了，，这是我小姨夫，哎，护士，啊，你好，他是熊猫血，他是熊猫血，就是他，你是 Rh 阴性 AB 型血，对，但你是来献血的吗？啊，哎呀，太好了，来来来，我先给你验一下止血，看看你合不合格。对，什么意思？就看你这个人及不及格。完了哟，咋了？你不是不知道呀？ 啊！我从小学到大学一次都没有及格过，后来大学毕业证是补了13次考才通过的。说什么呢？你理解错了，是我也没说清楚，不是你的成绩合不合格，是你的血液合不合格。关键是，啊，那合格。我这身体没事儿，你说吧。好嘞，来我给你验一下止血，是你有一个手指头。哎，好，可能有点疼。啊，血。 啊！哎，小姨夫，小姨，哎，小姨，这怎么还晕了呢？踩上没有啊？踩好了，踩好了，你去化验吧。那他呢？没事，我小姨夫体格棒着呢，他就是太紧张了，我估计。你快去，有我呢，快快快！那有这里喊我啊！去吧，快去吧，你看着他点儿。小姨夫，小姨夫，哎呀，哎，一二，开开开！哎哎哎，小姨。 小姨夫，哎呀，我这还晕倒。下雨了，媳妇儿，赶快把衣服收起来，下雨了。不是你媳妇儿啊。 我钱顺风，顺风啊，那咱们这是在哪儿啊？你在医院呢，你来献血来了啊？对对对，我来献血来了啊，献了吗？献了。那就放心了。不是，小姨夫，咋回事？这刚才嘎就过去了，你不知道啊？
我这个人吧，啊，从小就有这个毛病啊，一看见血我就晕，晕血。我们行了啊，我就说他没事了哈。同志，跟你说一下，你的血液是合格的。怎么样？我说什么来着？我这个人活着还是有用的。当然有用。太好了，谢谢你小妹妹，谢谢你小妹妹。没事儿，那行了，既然这样，那你们就忙吧，我走了。好，哎，再见。太好了，站住！回来。这我就不是你还没线呢？到哪儿去你？那刚才干什么了？刚才是化验。刚才是验你的止血，这还没抽呢。来来来，对我也是觉得从胳膊上抽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来来来，把胸给来来来啊！哎呀。你别紧张，我是真没想到你是熊猫血啊！我跟你说，这里面你啊，你抓紧时间，人家这个消防战士还等着用呢。你别着急啊！我着什么急？全家人稍微有点凉，我没事。你啊，你在床里忍着点。没事没事没事，刚才他跟我说了，他晕血。哎，你看我的。深深雨蒙蒙，世界只在你眼中，像风不安慰自己。下雨了。我是在哪儿？你在医院呢。我是来献血。对，抽血呢。哦，对对对。哎，你干啥呢？抽啊。你咋不抽啊？你晕倒了。哎呀，我晕倒了，你不要管我，你抽你的。再抽你会有危险的，我不能抽。我有危险，啊，那消防员战士更危险。快点，我这个血是被吸少，你快抽啊！抽，抽吧，抽吧，抽，抽啊！抽吧，抽吧，快点的。行，那你忍着点啊，你一定得放松，知道吗？放松。哎哎哎哎，你别动。像一块天真的色彩。抽！你抽！我不看你。小姨夫，你别往这看啊。嗯，来来来来来，你过来过来过来。啊！这个抽法不行啊！这个抽法，小姨夫把别人给救了，我小姨夫没了。我知道，哥，我们医院也是有规定的，人在休克的状态下是不能给抽血的。我明白了，必须在我小姨夫清醒的状态下把血抽了，最好是这样。我跟你说，我小姨夫这个人满满的正能量，他不是个胆小鬼。告诉你啊，你这样一会儿我吸引他的注意力，你把血抽了试试啊。抽着呢吗？抽着呢，抽着呢。那他怎么在这儿？我没法给你抽，大哥。你们两个骗子。没有没有，小姨夫，你听我跟你说啊，你现在三番五次的老晕倒啊，人家这护士都不敢了 啊。你不是个胆小的人呢，是不？你在公交车上勇斗歹徒，你那个时候你不英勇啊？你啥都不怕，怎么今天在这嘎就过去了呢？你不知道，我勇斗歹徒，歹徒的血我不怕啊，我怕我自己的血，我一看我自己的血我就晕。还分你的我的他的，你就是个胆小鬼。就是你才是。不是，那行，那你把在公交车上勇斗歹徒那段你跟这个护士讲讲，你让他相信。对呀，你跟我说说来。我这个人做好事不留名，我从来啊，我也不接受记者采访，我不愿宣传。你行了，你就是个胆小鬼。就是啊，你们俩是胆小鬼。行，来，我现在就是公交车上那个歹徒，来，你把我制服了试试，你让人看看。我在公交车上，我一个手治歹徒，就像你这样的，我不用手就治你。什么？一个手？你用啥一个手治歹徒啊？我得拽着把手，要不然一拐弯我甩出去了。听明白没有？明白了。好，把住他那个手，别让他玩赖。好的。我怎么可能玩？就是你把住，你把好了，没用啊！把好了，来开始啊！小戴，哎，别管闲事儿，知道吗？管闲事儿，我让你好看。来，我告诉你，我没看见，还则罢了；我看见了，今天你就歇脚逃出去。我是我还吃不来，我往哪儿跑啊你啊？
服不服？服不服？不行，还不行，我不服。你不服是吧？哎，走一个。哎呀，我这有。哎，我怎么样？还差一点。我差一点不服。再来一点。哎呀，怎么样？够了。服了。这你还跟我这儿，我脚都没用上。他这忙活半天，我也不。哎，什么玩意儿？刚抽的，你的血。小姨夫，醒醒！小姨夫，大哥，小姨夫，大哥，小姨夫，大哥，你俩跨辈儿了。哎呀，小姨夫，大哥，小姨夫，大哥，小姨夫，这怎么不行？你抽完了没有？抽完了，抽完了，赶紧救人。那他呢？哎呀，你别管我了，这交给我。那行，你看着他点儿。小姨夫，我的天哪，这是干什么？我刚才做了个梦，我献了一大堆血。小姨夫，你没做梦，你就是献了好多血，你献了400cc 的血呢。哦，献了就好，献了就好。小姨夫啊，你今天为了献血都晕倒了4回了，你的身体今天好像不是那么强壮。你今天用过啥非要献这个血呀？顺风啊，哎，这里面还有个故事呢。啊，你来。哎，咱们家老房子，以前着过一次大火。哦，在那次大火当中，我的腿被倒塌的房梁砸着了，我怎么抽也抽不出来，鲜血直流。我想完了，这一辈子再也见不到我的亲人了。哎，朦朦胧胧，消防员战士冲了进来。他把我背了出去，送到了医院，因为失血过多，必须输血。经过化验，我是 Rh 阴性 AB 型，熊猫血。医院没有啊，还是那位消防员战士，他站了出来，他说我就是熊猫血，我得救了。但是我到现在，我不知道那位战士的姓和名，但是他的坚定的目光一直在我脑海中，久久不能忘怀。今天我在车上听说有人受伤了，正好是我这种血型，我不管谁受伤了，我一定要来，我要把血献出去，我要献出我这份爱。谢谢李春芳，你让我实现了我的梦想。小姨夫，你是个好人。大哥，大哥，你是好样的，血已经给战士输上了。哦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那这个血就算咱们三个一块献的。小姨夫，你是熊猫血，这血是你献的。对。哎，那我们能去看一看这位战士吗？对呀。现在还不行，等他醒了，你们明天再来。哦，那也行。小姨夫，你回去休息休息吧。那行。对啊，回去休息休息。哎，走。慢点啊，那个针眼24小时不等。下雨了，小姨夫，咱还走不了了呢。不行啊，下雨了我也得回去。咋的？我得给你小姨做饭呢。可咱没有雨伞呢。小姨夫，我这有伞。哎呀，一把就够了。对对对，谢谢你啊。正好明天我们在那看那位消防员战士，顺便给你还伞。好。